啦，他说你的枝头的油全部拢开了了，有着白花又白状态，他说你在做五官，你在做五官准备来报，你也讨厌你啊！他讲你刚五官才多少九十九的啦，他又讲这九十九的人是真实，都有参加开会，没真话的啦，是吗？通过这九十九的，他就能理解了。啊，结果咱刚才迄只鱼，伊的精髓就是啥物啊？就是臭豆啊，就是迄个臭豆红萝卜、猪肝酱。啊，用猪肝酱是毋是用五红酱？迄阵咱以前人看过历史拢知影，猪肝酱迄阵用五红酱，但是翻拍的啊，伊坐咧有咧。但是猪肝酱伊到尾伊坐着，红坐了后，伊惊这个人，但伊安怎？但伊占有，所以就自这个人拢开始了了，安尼伊到零，伊到零，伊根本就无认字啊！伊拢无想着讲，伊咧拍牌咧做皇帝的时阵，是这个某某娘帮助伊坐上皇位的。但是伊坐上皇位了后，伊煞袂分袂离，袂记这个人，袂记这个人帮助伊的，所以上这个人拢开始了了，伊是毋是无认字？无温暖的呀，所以伊到尾就是自私自利。咱人食咱人，人讲咱人，所有动物拢四大问题，伊个只物仔拢背天，拢拄天，迄叫做背天。所以为虾米咧？咱个叫啥？鸡鱼鸟啊，伊个只物仔一定拢拄天，唯有咱人，咱人是头拄天。啊，咱人是啊，咱人是啊，但是手嘛是啊，但是咱人是啊，听无？所以咱叫做顶天立地，唯有咱人是顶天立地哦。所有的动物，你甲看种四叉落地，安尼咱人到尊贵，啊，所以尊王贵，伊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以后就是做鱼，伊做鱼，伊就是爱乖，但是伊就是因为伫迄个，伊就伊做的时阵，佫着着乌云，所以全部拢害了了，爱淹完，啊，所以伊会讨厌到十九个人。我迄天去，我回去我九十九岁，伊就是要来讨厌伊啊！但是咱刚才咱来到灵宫，有啥物人来打造的？有上天，吼、哦，有这公老师来打造的，那有可能。啊，当然，迄点老师就一直甲我讲，咱台湾人拢一句话讲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，对不对？会当解有当好无？冤来当冤可解不可解，所以就是叫伊把迄个冤解掉。他说：“对，啊，所以到尾啊，伊就讲好大，但是伊到尾也讲他妈的干灾。迄个猪吼，一只牛的，迄个牛入着迄个关，迄个灵魂灵魂，人伊讲，你刚才啊天使搁从外埔，咱只啊天使，所以为虾米咱个人咱人听到你拢会听到江苏啊，江苏拢在讲天使天灵对不对？啊，所以。”咱敢知影天使做偌久？迄点特殊做无起，咱会当做到点特殊当然有诶，对不对？伊就讲，不管天使做做偌久，咱诶公牌若忏悔，咱诶公牌若一点是善良诶，公牌就是天堂啦，对无？咱关于天使无关。你讲诶偌久，就是咱讲讲，咱爱洗心自念，设计自心，为互咱本来。咱讲话讲，咱有两三字经无？灵芝初成本善，咱人本来的心就是善良的，只不过是讲，咱落到这个凡夫，受气鬼我就所托的，所以咱用咱善良的心，看来平易的，总用啥物心？用黑心，用黑心，就来做代志。所以有时，咱拢有一句话讲吼，人若无遇到咱家己，就来天诛地灭，啊，所以咱人是咱天诛。拿为着家己的人，啥物好个拢咧为着家己，啥物拢为着家己的人，你也变做自私咯，吼、哦，就是猪嘛，猪就是为着咱家己啊、自己啊，迄个私心，吼、哦，好，啊，所以来，咱过来练，好无？过来练书面多字重字，来哦，请大主，你个要诶，请大主要，你会安尼呢？你得来我挂电请大主。对，对吼，我爱你啊！你人讲吼，老人囡仔是嘛？